叫伊斯坦布尔。我们这民宿风景相当好，身后就是伊斯坦布尔。这座城市8年前挺深度的玩过一次，那么过了这么7、8年，再一次能够在这儿晃一晃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来看看我身后，今天呢是比赛前一天，一会儿我们去翻动看看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值得买的，尤其是我想换一件这个明天比赛的纪念 T 恤。这凡是民族的融合之力，饭都不会太难吃。现在我们来吃新疆的大盘鸡。今年的这个欧冠的球迷节叫 Champions Festival， 冠军节。然后身后其实就是今天下午传奇球星踢球的球场。现在晚上了，夜深了，没人，里头已经成为球迷们欢乐的海洋。本赛季参加欧冠的球队多特蒙德，这件球衣是多特蒙德的杯赛球衣啊 ，JB22， 这前两天他刚跟我签了一个，已经转会皇家马德里的裘德·贝林厄姆啊，305，迈阿密国际的队服，已经是午夜时分了，身后的这个。Fan shop， 还是非常火爆。啊，那黑的也有花，这儿呢，黑的是一个欧冠球。其实我觉得这个。这届的翻当然这个时间点可能比较晚了，但是这届的翻 festival 就很一般了啊，尤其是你刚刚经历过卡塔尔世界杯，那伊斯坦布尔大家蹦蹦嗨嗨就好了。对战 T 恤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静候曼彻斯特城对国际米兰的欧冠决赛。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前往本届欧冠决赛的举办地，举办球场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库尔克奥林匹克体育场。这个球场我来了4次还是5次土耳其啊，我还真是没去过这个球场，所以今天早一点去。据说球场还有一个翻动，到时候看能不能跟着一起拍。距离比赛还有大概5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，但是现在往阿塔图尔克球场的这个路啊，已经非常非常拥堵了。看到我们现在距离阿塔图尔克球场还有大概24分钟，前往阿塔图尔克球场的这个路啊，现在已经堵得不成样子了。这还是下午4点多的样子，那一会儿再晚一些，其实就很难想象了。因为没做好预案呢，我们到了阿塔图尔克奥林匹克球场附近就没有找着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又说开到最近的这个地铁站，结果地铁停运了。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叫萨库拉，就是樱花医院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据说有大巴车，也靠前面这个土耳其的这个老师啊，他告诉我们，所以真的是途囧。整个这个啊，伊斯坦布尔这办赛也真的是挺扯的。孙继安，孙继安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来了来了，球场啊，有点晚。
德布劳内伤了，完蛋。今天到35分钟，我应该是有伤，还是有伤？有伤。上主本就在德布劳内上了吧，连下他下了。刚刚过去这个半场，我觉得要么是先抑后扬，这可能是一代名曲，也有可能真的可能是史上最无聊的欧冠决赛。刚才晚了几分钟，也许不是很遗憾啊，我希望它不是很遗憾，至少我没有错过进球。我坐这儿我也没拍到开球，这样。失去德布劳内的情况下，终于拿到了他们队史上的第一个欧冠，对于我来说也是小圆梦吧，因为这比赛当时一直想看，我从来没看过欧冠决赛。哎，我觉得还挺感动的，国际米兰的球迷。